很多粉丝朋友说，龙哥你这个书包充电不行啊，充了半天也就充个1-2%的电。我说是，其实它呢只有5瓦，但如果是光伏的极客玩家，我们推荐我们这个新产品36瓦，这么大，不是这么大，是这么大。测一下它的电流，电流也就是0.4左右，支持手机快充。